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3月24日，基斯电陈至少伤缺三周。据西班牙阿斯报报道，丹麦中卫安达斯基斯电陈在与芬兰的比赛中受伤，他将缺席至少三周的时间。安达斯基斯电陈在丹麦与芬兰比赛的上半场因伤被换下场，他的左腿姿肌出现了问题，情况并不简单。在赛后，安达斯基斯电陈接受了检查，确认姿肌撕裂，将至少缺席3-4周。安达斯基斯电陈将在本周五回到巴塞，接受巴塞队医的治疗。球员已经可以确定无缘与皇马的西班牙杯准决赛次回合比赛了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